要过二十年了，真的是从来没有赚过那么多钱，真的是，我不是在讲起，进入爱康啊，也是一个偶然的，在我那时候回去马来西亚那个朋友，真的很感谢他，没有他，也没有今天的我，没有今天的我也不会自己让自己的真的是生活改变的那么大，也让我学了很多。我在这里二十年，其实真的是就是一个很普通的，像打工啊、放工啊，赚到钱多快啊，真的是没有目标的，真的是没有目标的，就是纯粹就是做工咯，为生活而忙碌咯。但是真的是当我进入了这个公司，真的是让我的人生啊转折很大，然后让我学习了很多。最重要还是谢谢转业啊，没有他真的是没有今天的我，还是很感恩啊，感恩。这个 mock check 哦，当我拿到的时候，我的老公第一句话跟我讲：“老婆，我做了工程师，从 engineer 爬到工程师，我才拿这个薪水。你三天就给我拿这个薪水。”所以，我老公跟我讲：“老婆，我很支持你，我希望你真的是要往这一方面去发展，去学习了。”还是很感激我的老公啊，没有他的帮忙，因为我需要照顾一个四岁的女儿。AB， AB， 真的是 AB 也让我进了爱康，我的女儿 AB 也会想了很多，听话很多。AB 跟着我来上课，跟着我拿着 sample bag， 跟着我去给人家试衣服，啊，这种很感恩啊，感恩老天爷。我有一个这么听话的女儿，这是真的。以前还没进入爱康，就只是打工，就觉得那个女儿很不懂事，很不听话，老是黏着妈妈，什么都要妈妈，做什么都要妈妈，睡觉也要妈妈陪，不可以有自己的自由时间。所以每次跟老公很反感，就讲我不想这样的生活，我想要自己的事业，要自己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我不想就是只是待在家里就带着孩子，就为了那个家，真的不想了，真的还是很感恩的，感恩。当我进入了这个行业，进入了爱康，我的 AB 忽然间也长大了很多，他会配合我，会跟我讲：“妈妈，你去给人家试衣服，我跟爸爸在家。”真的是我跟爸爸在一起，我会听爸爸的话。他很乖，他真的很乖。晚上他跟我讲：“你去给人家试衣服，没关系，我会自己睡。你要做你自己事情，你要做 paperwork 没关系，我会自己睡的。我不需要你来跟我睡，我已经长大了。”真的是谢谢爱康。没有进这间公司，我不懂我的女儿真的是那么懂事。真的很懂事，也现在他也是我的唯一的很好的帮手。当我拿着 sample bag 去给人家试衣的时候，他跟我拿 sample bag， 拉得动啊，他拉得动，他跟我推 sample bag， 跟我去拿衣服给人家试。他讲你需要拿什么，我跟你拿。我的 AB 最让我心动的就是。我的 AB 让我心动，就是当我坐下来跟朋友聊天的时候，他就会在我 bag 里面拿我的卡片，他就打拍拍我的手，妈妈卡片要给 AB 的。哇，我就觉得我的 AB 哦，真的是啦，是爱康的，是爱康的这个教育啦，也让我无形中也带动了我的女儿。这个是很自我也没，我也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嘞，为什么他会忽然间变得那么懂事了？可能就是这个爱康的这个教育的那个教育的的关系了，所以也让我的 AB 看到妈妈那个辛苦，看到妈妈这样子，他也忽然间变得非常懂事。连现在这样子坐下来哈、哦，
也曾经想放弃过。上个月自己沮丧了，很想放弃，很想放弃，是因为怎么样啊？也讲不起来那个感觉，平衡不了那个家庭、孩子，其实种种的问题了。其实到最后现在想起来是自己的问题，其实不是孩子，也不是家庭。其实我很庆幸老公很支持，女儿很乖，真的都很乖，都很配合，整个环境都很配合我。只是可能自己忽然间太多东西，可能也还没有学过来，很多东西还在学，还在做很多东西。可能以前家庭主妇就是平平淡淡的shopping啦、买菜啦、等煮饭啦、哪里会面对这种东西，从来不会的。但是现在进了来，面对很多考验，从来没有面对过这种考验，种种成长的考验啊，人性上的那种考验啊。你说可以看得到朋友啊，跟你以前现在做了 partner 啊，你可以让你看到真的是那种感觉啊，这真的是很不容易咯，很不容易了。但是还是咬紧牙根这样走了过来了。这个只是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一个挑战啊，其实真的还是这样子走过来到现在今天的我。进入爱康已经将近第三个月。回头看现在的我哈，还是所以我每次跟 Joanne 讲，如果今天没有让我赚到很多很多钱呢、啊、其实这个不重要。其实钱在于我而言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爱康带着我成长，这才是重要。他带着我的成长哦，是很多地方钱买不到了，也学不到了。我只有在这个环境，就是带给我学了很多，对待啊，那个心啊，那多么的宽，那个爱心哦，真的是哦。我以为我对我女儿很有爱心啊，其实我的爱心才那么小而已。我以为我的人很随便的嘞，其实当下你没有做事情，你觉得你的人很随便啊，没什么啊。其实当你做这个生意的时候，你才觉得你自己多么的渺小，你才觉得你自己那么的小气，那么的看不开，多么的斤斤计较。当我这三个月这样子下来，让我改变了很多，让我看到了，其实不可以这么心要。如果今天要再爱康哦，你要做多大，就看你的心有多宽。你的生意要做，就是看自己的心要有多宽啊，你才会哈、就是什么啊，步上百万啊，百万啊。所以我会就下来的日子，我会加油了，就是加油啊、会希望帮我更多的呆的。也跟我一样今天有同样的感受，因为我其中那个呆的也是有一个孩子，也是我也希望带着他跟我一样，就是脱离，不要一个女人就是做一个家庭主妇，其实是非常没有保障的。我希望女人还是要有自己的事业，但是事业也要照顾到家庭的，也不可以完全忽略家庭。所以我希望我是一个家庭主妇，我也希望我未来可以带动更多家庭主妇进来我的 group， 是跟我一样的，可以照顾家庭啦，可以突破自己。好，谢谢。